有爱歌山野花啊，那么呢啊，咱的台南的山野花是非常非常的有名，阿妈呢非常的当地，非常的好吃，所以说呢，在哪里也要把自己的东西给推销出去。我们现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代唱片歌手，我们的李芳怡，谢谢灯霞，谢谢我们这里辛苦的主持人。哎呀，我们的志工朋友，大家好啊，大家下午好，大家好，谢谢，继续欣赏的宝贝山野花啊，大公阿妈，你来要求，你跟我做位来请哦，我帮你勾奖哈，谢谢。希望中共再开一战，咱梦的故乡今年最爱的是麦子。希望中共再开一战，咱梦的故乡今年最爱的是麦子人。